让我们有请两组观察员，请坐。今天的销售头将被两支女团围绕，这也是非常难得的事情啊。要不我给你换位置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就是今天，首先我觉得以团魂来讲，团体表演的话，女孩子今天的穿着打扮绝对是对的。不是，不是你们，我把你们心声讲出来是不是？你们这些不要脸的，不看一下看一下。这首歌曲对我来讲，那时候我还小，所以我没有听过。这种谎你也说了是不是？不是，我真的没听过这首歌，那时候我真的没听过，我发誓，我发誓。我们信。别忘了，你旁边那个人会招雷。当女团呢一出生的时候，我就牵住了韦伯教头的手。我真的是牵住他。以后少这样表现好，我不太喜欢被男生牵。然后他就默默地把我的手拨开。没有，我为什么？因为我很激动，我很开心，我真的很开心。然后他们唱得非常好，掌声给他们好吗？我觉得男生和女生今天的表演都很棒。然后就是提个意见，因为我们排练也是一样的，我们对，潘老师，潘老板，真的衣服，潘老师，潘老师，没事，就是威胁是在江湖上到处都有的。最温柔的战役，最爽快的游戏。你唱完了以后，萧敬腾教头一直把他的鼓掌的声音放在了潘玮柏教头的耳边。我喜欢这个表演的层次，因为我一直都很喜欢表演有层次的一些层次。我不应该是我来纠正你，因为我也很烂，但是我太想纠正你。我讲什么？你讲层次哦，不是，层次。我喜欢那个层次，就是从一个比较欢乐的，带一点小小的性感，可以讲吗？不能，可以吗？感性。你可以讲火辣，跟感性不一样啊。你把感性性感差不多了，不一样啦。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。雨欣你好，跟大家打个招呼来。早上好，各位，你们好。你告诉我您支持的是谁？我支持的是李志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很吸引我的目光。你问问你身边的观众，他们是怎么看的？他们，哎，怎么了这是？我刚刚在下面的时候，他们都说支持李志凡，还跟着我一起尖叫。但是我上来了过后，他们就支持女生了，就是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支持谁。你问问身边的朋友，找一位问他为什么选择了女生。哪位是选了陈宇杰的？举个手看一下来。你好。Hello。我支持的是陈宇杰。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陈宇杰，首先我对他前面就是他跳了一个非常性感的舞蹈，然后后面不仅是他舞跳得很好，而且他的歌，兄弟们他们唱得好不好？所以我们要不要支持陈宇杰？好，谢谢。你这是干什么工作的？你怎么带这么多男人一起来？好帅！他们都是我的男人。你好。Hello。您只支持了李志凡对吗？对，我只支持了凡哥。为什么呢？就是没有理由啊。就是长得又帅，唱歌好听，舞台风格特别棒，特别喜欢，从2015年喜欢到现在嘛。我身边这几个都是从2015年流行之王一路过来的，看着浩浩跟凡哥一起。
好，明白了，有什么要跟他说的吗？凡哥加油，不管以后多长或者未来结果怎么样，我们一直在你身边陪你。